看，没事。感觉到地震是我的错觉吗？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地震呢、欸！天啊！为什么？我从前几天到现在都没有感觉过一次地震。那就蛮惨。哎、欸，你那边应该没有很大吧？我这边比较大。看，把我扯下来，傻小。对啊，每次都这样子啊。没事，我真的闪得过。哎、欸，我闪不了他、啊，你没关系，我闪得过。好，我去你。你看哦、喔，我把他炸躺了，没事。不想给你表演的机会。真的不想表演、欸。我的师藏龙跑了啦，师藏要去找师婆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时候进来啦？血量要变多了啦！听到小金呐、啊，兴奋不已啊！对，二段闪不掉啊，哭啊！我太费神了。可以抓了。看看他性感的屁屁，还有这扣掉，直接接四套吗？没有，他跑了，不用接啊！哇哇哇哇！啊，一定是 Nice 把他挤掉的。好、哦，抓到了。太咸，太胖了。充满斗气的黄毛，看我缺什么？怎么会玩 MHR？ 回到家了，手机剩下一点点，就死爽没。打明波吧，好，我去尿尿。什么叫 MHR？Monster Hunter R 吗？啊？什么 Monster Hunter R？R 是什么意思 ？MHR？ 啊？哦，
那个手游吧，哦，那个哦，Rider On 还是什么的，那个不是只有日文吗？日本那边才有。我应该不会玩啊，因为，那个我也没有兴趣啊，对听起来啊，就很无聊。我有看到那个谁，沙皮有准备要玩啊，《魔物猎人骑士》，哎呦，但应要我去尿尿。还要载那个吧，QO 那个 app。Yeah. 那个等有台服再来考虑，有台服啊，有台版。好的，所以嘞，我看到有两批人嘛，Nice 总在左边。喂喂，Nice 总在左边。我唔知呀，我还在站跑。想混分哦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看这个颜色就比较金，这应该是大金。嘿咻！哦，帅了！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他居然在那边睡都不让我逼。然后手都软了。
干他小，不要骂，开个麦就骂个干好不好？形象呢？我忘记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打死。打死就打死啊！母货马必毒龙，土下龙。哦，你活该。我忘记开血量的那个人。那没差，你也要听到他，他明明就是往回跑。他没有掰开，也没有叫啊。一定是你打到他叫不出来。我很开心的把他骑上去，扒他一下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说，太多扒死的案例了。哎呦！而且跟你讲，今天我们玩了一场，他是直接把龙扒一拳，他就死掉了。你看他力道多大，对吧、啊？意外，扒一拳的话血量可能不是两滴，十几滴吧。我想扒一拳多少？哦，对啊，十滴左右。他有没有那么脆弱？他明明看起来很大一，干，你看起来很大一只啊。他是幼小的心灵好吗？再见。屠杀龙也是有小的时候好吗？人都有脆弱的一面。他看起来并不脆弱。你又知道他从小被……我刚刚差点毛车哎、欸。他从小被人家说丑。他长大就他不像你从一直被人家说臭都没有什么感觉。哎、欸，拜托，全托最想就是我了好吗？你为什么要欺骗人？臭豆腐的概念没有，臭豆腐比他香。呸！我操！你是那种榴莲拿去当臭豆腐炸的那一种。呸！好恶心，我的天！还不够、对啊，不够臭，还要用袜子撑那个。好恶心啊！广志的袜子。你是什么了？这里有蚂蚁，好大一只哦！抓！我要抓它。我也是在那边玩这个，我都在抓一些奇怪的生物。我也是啊，他们都在打，他们都在抓我的啊，很长哦。卖真啊！有一只仙人掌哎、欸，可以抓他、啊，他可以抓，可以啊，他跑掉，他跑掉，追啊，大的还小的啊，一个会动的仙人掌，好可爱啊，喂，操你的，我就问你大的还小的呢，啊，他也没讲错、啊，小的他会在附近一直绕圈圈，你就依旧等他就好了，啊，大的话他会有一个定点，有一个点会在那边发呆。好像是小的，他在那边到处乱跑。哎、欸，他好可爱，他可以干嘛？布置你家。85点成就，不，那个啊，调查点数啊。他好可爱。怎么抓？我靠！网子。不是，他跑好快，他都不。他，我有跟你讲说，他会绕圈圈，你死都都没在听我讲话哦。他漏了，可是他都不停。给他个机会。他停的位置都一样吗？对，或是你可以在中途拦截他。
好快，靠！不要一直骂靠腰啦！对不起，你人家一直骂骂骂骂骂，而且还在开台、欸，你是江江哦、喔？啊？看太多繁星台就变这样子啊！我他跟、欸、跟你讲，他是最不爱看我台的人，好吗？抓到，抓到了！拜托，上次打什么斗阵什么的，就说哈，你在开台哦、喔，好啊。抓到！完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帮你说话了。再会。不用帮他讲话了，你就知道他臭臭是怎么来的了吧？原来是名声太臭。哇，他头在底下，好，感谢。伤害没有想象中的高，你可以把伤害关掉啊！每刀劈下去999。什么伤害关掉？我没有开，我没有开那個。没有啊，我是说你可以把你显示出来的数字伤害关掉啊。哦，其他张数据不对啊。每刀都999哎。这套就只是好看而已，不会死又好看。不用等我啊！我想要等你说完再。我挥好玩的，就完全没有在演奏笛子。呜呜啊！哎呀！嗨！好了。误区已结束。这是50秒，50分钟呢。现在可以换人开啊。然后杰超刚进来。因为我需要这一次的力战技。谁靠你？你暗示的有点明显哦。怎么啦？嗯。你这个明人不讲暗话、啊，就是叫你开啊。哦，江江是不是？好。对。碰送尾。碰送尾。大只的也可以抓吗？什么大只也可以抓？干！不要害我死。剑门掌。可以啊。好。到底是谁都喜欢在我开台敲我啦！干架又高在帐篷不动啦！哪会啊？我那个啦！哦，我进来就看到有人死掉了，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？干他在怪你，你害他累格，听到了没有？哇，好，那我回帐篷就不会死了。你看你不死他就不累格了。妈，还不是要补你们这些王八蛋！把全部闪开了。妈，不补你们我就赢了，好不好？社会哦，是。你挖过鱼刺了？哎、欸，嘿，他小。发现他鱼刺掉了。哎、欸，杰超，你不用不去，你不用不去，等一下换人开。没关系。哦。那没关系。爆红锅。哦。
感谢最最。你是打下位哦？对，打下位就好。哦，都快挂了。打下位还在帮他，他就进来帮我打了。不要对他太好，他名花有主了。你是臭臭花哎、欸？什么臭臭花？我天啊！你刚才说大王花算了，霸王花都比你好，你怎么可以把自己说是霸王花？那么自恋呢、啊？什么东西？臭臭花就是臭臭花，哎、欸，臭臭花很可爱啊，好奇怪，干嘛？还是你喜欢臭臭泥？你自己选。臭，我不要臭臭泥，好，百变怪可爱多了。你臭臭，现臭臭泥，你臭臭。啊、哦，百变怪超可爱的。就是那一种百变怪长大之后就弃养的那种人。对，好难想象哦。他长大然后不可爱，他就丢了。对，你就是这种人。对。你知道原本百变怪的名字叫做泥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泥，臭泥，臭臭泥。那不是另外一只吗？不是啊，百变怪也可以变成臭臭泥啊。对。我看我问一个问题。嗯。那个。你很臭。他不是，他有一个叫特殊竞技场、嗯，特殊斗技场，那个是干什么、嗯？那个特殊斗技场啊，进去打魔物而已啊。不用抓他，就直接把他打死。打死啊！你就看他有没有说要捕获啊。Oh. 你要打死也可以啊，要捕获也可以啊。都随便。对啊。不要死就好了。好啊。哎、欸，注意，有浮空龙，杀他！不是浮空，浮棉，杀他，杀他！好、oh. ，我们不能放过免费的浮棉龙啊。欸？你怎么脱离了？我大概也知道为什么。好、啊，我这是没有转画面，其他的神官。节操好像刚开游戏都会这样子。嗯，我注意到。他都会有一阵子震荡期。嗯，没关系，我有震到不明就很爽。他这种发言，你还要拉他进来吗？我根本听不到他讲什么，你听得到、哦？很小声啊，但还是听得到了。又一只山羊。你要去哪里？东北。这个有多点善意。哎呦，这只浮棉好小只哦！它有小金吗？没有，它连银都没有。它
他连赢都没有，小智。你每次都骗人，你老花眼啊！他为什么在睡觉、啊？我哄他睡着了。呵，呵，呵。好敷衍哦，干。呵，老猎人的直干。我对我很难沟通哎、欸，连幽默感都没有。干，你连讲冷笑话都很难沟通，好不好？会不会讲笑话、啊？来，秀秀讲一个。你最香之类的，不会呀。这茶不是小，好吧，就坐一下。本来就臭，对不对？香。本来就是虾。还没有。他说：“古代龙人在那边，你把魔物引过来，我就下来帮你打喽。”这看见就是防卫挂。我劝你是不要再撞喽。睡了没？睡了。没吃到。我劈，想说你就劈下去啊！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劈？那你劈下去，你可以再抓他的脸啊。刚好压秒、哦。